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预言，来自江惠城。没有手机的生活怎么样？有没有结交一些新的妹妹、新的姐姐呢？我只会待在自己宿舍，然后吃睡觉，然后吃吃水果，泡泡脚，泡泡脚。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宝贝们，有什么宅在家里的娱乐消遣活动可以给妈妈推荐一下吗？我觉得其实宅在宿舍，如果要是没有手机或者是其他的电子设备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可干的。但是如果要是在家的话，可以研究一下做菜，可以多听听他女儿的歌，也是给朋友的歌。OK， 给自己打歌了一下。来，第一组，预言和何美言，最好的朋友失恋了，你们要怎么办？安慰他。可以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不要留恋不该留恋的人。